这里没有木材，不需要木材。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再回来踩。嗯，没有，这个点就是专门采集的，没有怪可以打。哦，有分诶，成长石多放一点，枯碎石多放一点。刚刚有拿到木材，两个好像可以做了吧？我去看看可不可以做武器哦。乐乐你在干嘛？还跟我们打声招呼哦。作るかや。任せろ。旋风圈击破敌人。旋风圈是什么？水不够啊。太阳太大了。都要结束，那现在天还亮着。太阳快下山啊！快又快。地质彩色，
太轻了。强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变强之后打他不会痛哎、欸，好扯、喔！我跑回家，那我跑了。我们刚刚去拿到什么？学会新的菜，哇，这有点难，没有鱼跟酒。那我们有一个木材了。哇，他去睡了。睡屁睡！確か茎が増えすぎると実りが減ってしまうんだったな。そろそろ水を抜く頃かな。这还没放进去吗？好吧，还是有看没有懂，有点复杂。外面有东西。青蛙。会掉下去了。这是哪里？哦，跳出去就是不出去了。想说
会不会摔死之类的，就没用。饭吃饭，骨肉，骨肉过期，肉跟猪肉，猪肉猪肉像是跟金类。何か作るですか？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原来如此。菠萝摩斯，你要不要醒焦？好吃一顿。啊，根茎累坏了，酱汁也坏了。
到100%不知道是什么。将水暂时放干比较好，排水晒天。我都放干，放。多放就放。到底在下雨，不放。不知道干嘛就问他，正太帮我做武器，正太。なんか作るかや。二足野兽伤害变高，电光石。任せろ。攻击有比较高吗？好像有。个14、7。二足野兽。对啊，刚刚那个有继续计算吗？没有，哭啊！对我用掉就没有了，麻烦。確か、木が増えすぎると実りが減ってしまうんだってね。そろそろ水を抜く頃かな。看一下有没有得挖，丰富了吗？
撑得住吗？怎么办？应该吃。死人应该食材全都没有，不能死。看一下，还靠呗。还想说探一下，哎，这都帮我复活，满血复活，还是还是算存档的。没有，那应该是回到我自动存档那一边。看一下，欸，也不是，欸，算了，回家吧，快死了，其实太阳要下山了，要得挖吗？应该先去打，打完最后再回城的时候再挖，这样才对。它是香气还是它气势的意思？血肉、菇类、大蒜。何か作るですか？何か食べるますか？哇，大蒜要浪费掉了。
三杯水。真是摆了三杯水，要死！哇，这餐无话可说。おいしい。できました。大蒜坏了，一季。刚出来还是下山啊？早上应该刚出来吧。快长出来啦！需要多一点水。多一点水。多一点是多少？なんか作るかや。食材、花、还有食材点矿。哇，他那矿石多久重生一次？大的，阿米萨嘛。去打这边，一直还没有打过。もらった！
有自动回血。深处，哇，打 boss 啊！厉害！不行啊！どこを見ておれ！哇哇，我没有。
没有状态啊。自驱。来这。没办法把他击飞了。没回到。哇！好疼哦！又为什么打不飞啊？然后打那个兔子撞他的，都打不赢。我们材料，可怜呢。掉落的肉的几率变一点一倍。好，改闪避，闪避的按键。没办法。这一边就打完了，就剩下里面那个。这怎么怪有防身？
哪啦？どこを見ておれ。もらった。好悲啊。不动他，反正。